后台优惠伸出小小贾斯丁。玛利亚·伊德声称自己和小贾斯丁是在洛杉矶的一场演唱会认识，他的保全带他到后台的更衣间，小贾斯丁把第一次献给了玛利亚，还建议去比较隐秘的地方。小贾斯丁带他去厕所，玛利亚说小贾斯丁性格大转变，炒饭30秒就完事。玛利亚的小孩现在3个月大，小贾斯丁的亲信否认这整件事。玛利亚现在则要想办法取得他的 DNA， 来证明自己真的生了小小贾斯丁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，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。